我是台南剧团艺术总监吕博生。为了帮演员创造更多的表演舞台，为了帮观众创造更多看戏的机会，我们特别规划春天戏水演出系列。台南人剧团推出连场好戏，今年绍翁450岁诞辰，经典再现哈姆雷。大家都说怎么样让莎士比亚变成当代人，怎么样去当代化莎士比亚，在时代感上面其实是很刻意模糊的，因为如果你看演员穿的服装，就觉得那个时代不可能有 digital camera 这样子。是平常的运动什么也不做，真的，我的心情低落的连地球这个完好的结构在我看来都像是一片荒地。这次女演员谢盈萱跟李少杰他们都是很棒很棒的女演员，就他们的戏份都没有那么重。可是因为这一次是找了两个这么棒的女演员，其实这么边缘化，为他们两个加戏吗？加了不少。异想世界带您走进莎翁经典悲剧《哈姆雷》，4月28号、29号下午4点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